今日得你兩個。係啊，派代表啊！如果再齊人嘅話咧，頭先個台可能企唔曬，太多星光熠熠啊！係啊，同埋有啲人唔喺香港嘛，咁所以就派代表咯。頒獎禮嗰日如無意外應該是齊人的，係啊。咁我知道啊 ，AK 係咪除咗新人之外，唔係男歌手先啦，男歌手係都有入圍嘅，自己都係。有冇信心？梗係冇啦，我上年都冇乜出歌，點會有信心啫？歌又冇上榜，所以啱啱去提名開我名，我都嚇一嚇我自己，我心，我有上榜咩啲歌？咁一定嘅，咁十二個人嘅力量，咁啊信心一定都多十一份先啦，咁一定係會大啲嘅。希望今年就有好成績啦，因為始終上一年 Mira 團隊都唔係話出咗好多歌，咁就所以我哋就真係隨緣落座啦今次。嗯。咁冠獎而家係得一個分冠亞軍。哇！呢、這個要問翻監製們啊，係我哋淨係知道今年分咗幾個曲風嚟選咯，係、啊，跟住入邊有幾多個獎，真係要再開口或者了解一下先知道。競爭大了就好了，競爭大了大家就再努力一點，那些歌就再好聽一點，香港樂壇就再上一步了，那就最開心了。你們要出團歌要出多一點才行，因為你們出團歌未必可以有時間宣傳。是的，準備中，如火如荼中，如火如荼中。是的，有首新歌準備中，是的，有首新的團歌準備中，是的，就希望快點搞完就盡快推出。預計應該是 Rumors 之後，準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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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說遲些都有 Fans Meeting 的時候推出？Fans Meeting 是有的，大概我想等一下，很快我想可能這段時間就會幾個月入幾個月內就會發生的了，是的，那詳情再等公司公佈了。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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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嘉賓啊，喺呢個嘅白心腰，係啦，心情點啊？落大雨又成咁啊，好嗨啊！好開心啊！首先多謝白心腰嘅邀請啦，然後第一次做Outdoor Show落咁大雨啊，都幾浪漫我自己覺得。咁啊，嗰日有啲小意外啦，就係因為即係太大雨咧，好多嗰啲機器電器咧都有啲漏電嘅問題。咁嗰日個 bell pack 一出到去就好快冇咗聲，但係阿Poo真係主音真係好好啊，佢應該發現到我耳機有問題，咁即入歌嘅時候咧，我都見到佢有幫一幫我。咁所以好好啊，多謝你，謝謝白聲音。我黑心都有啲咬咬咁樣咧。梗係啦，其實我同公司同事講最咬係唱完《眉飛色舞》中間講嘢嗰一 part 啦，要用普通話。所以我上堂我都問大家想聽我用廣東話講嘢啊，定係用普通話用國語啊？咁我但係都 OK 嘅，咁嗰日有發揮到，因為前幾日有同阿白心腰嘅電哥有傾下偈，咁就有少少訓練下普通話，就都嗰日叫唔係講得幾甩咳啦。Star唔 Star 嘛，咁呢個咧其實就首先我就唔係好了解呢兩個字嘅意思係咪真係一樣啦。咁我覺得英文呢樣嘢問我哋兩個咧都唔靈，問啱人啦，問啱人啦。因為我哋兩個唔係 Co-star 同 Star 咧，以呢個國際標準嚟講咧，聽講好似係一樣嘅，係啦，所以其實可能就係唔同嘅寫法啦。嗯，係啊，黐一黐先，唔該曬。係啊，即係個寫法咧就其實意思係一樣嘅。即係 Anson Con 同 AK 係一樣解，我估。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其實大家咁所以大家嘅緊張咧都係出於大家嘅愛嘅，咁所以就係啦，個愛就可以轉一轉咯。如果成日鬧嘅話，自己都谷氣噶嘛，所以就係留翻啖肚，留翻啖氣暖下肚，係啦，咁啊好啲啦。其他人的工作我們又不是很方便去參與這個是客戶那邊寫的，是啊，不過其實都一樣的那個字，是啊，還有是不是
之後即係都有馬來西亞咧，就第一批係應該係出即係標來成出去。嗯。咁你哋你即係如果全出嘅時候咧，有冇話今年都真係？你講全團去外地，我諗可能因為今年嗰個 schedule 咧都差唔多排好曬啦。我諗可能最快應該全團去走火，應該可能去再係下一年咯。希望計劃到咁樣咯。啊 ，AK 你上次都有去埋啊 Jason 個演唱，係啦，東莞又係即係人好多，即係咁好。呢件事其實之前JJ 的演唱會監製都發了個聲明，其實事實就跟聲明說的一樣，就是溝通上出現了錯誤，令到歌單上有些不同了，所以就未能最後達成到那個表演。對至於有些人說這人不開心，其實他是沒有的，反而是更加期待下一次可以再跟 JJ 表演。今次真的就是那個中間的溝通上出現了少少問題，就最後令到這件事就無緣上到台咯。希望即係我哋再自己準備好啲，希望下一次期待下一次嘅上台機會。最唔開心嗰個係佢咯，因為佢本身帶一隻 CD 攞去簽名嘅，但係最後就冇得簽咯，係啊，又見唔到啊，見唔到啊，係啊。Sammy 都寫咗喺 IG 度寫出咗 post 啊，係。其實那個 post 我哋一起的，咁其實嗰時 Stanley 嘅意思是講我哋好難得有呢個組合的機會去打邊爐喎，我哋自己，即係我哋其實有個 post 嘅意思係咁，因為我哋好少可係呢一個人呢、這個腳嘅組合去食飯咁突然可以有一個空夜晚一個空餘嘅時間一起去，所以真係應該好好紀念一下嘅。係啊，我哋個紀念一下其實紀念自己嘅，我哋反而係。Sorry， 聽唔到。咁如果佢哋要攻擊我哋，又唔使借呢個機會都可以攻擊我哋。係、欸、啊，準確。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就我哋件事嗰個解釋就監製即係嗰邊演唱會監製都解釋咗，我哋都唔方便再多講。咁就唯有就希望可以下一次可以俾啲心機，就再促成呢件事發生。所以最後嘅宗旨都係做好自己先，係啦、啊，搞掂咗自己先。你太多出邊嘅嘢，就自己都會亂，係啦、啊，自己企穩一陣腳，咁就掂㗎啦。嗯，好，唔該曬，謝謝。